假装要好，对。女孩子很会假装要好，很会。对，我有遇过这种女生，很恐怖。超多的装熟，你遇到什么状况？我觉得是那种明明知道，比如说那个人他是很讨厌我的。哇，你们女艺人，他还要跟你装得很好啊！哇，你们女艺人之间好阴险，阴，很恐怖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觉得很多女人的温柔都是假装的吗？有些时候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像你们刚才讲，就是会因为男朋友，或者有男生在现场，有男生在现场不一，我是不一定。嗯，那如果是男朋友，你就会，你会装那个什么嗲声吗？娃娃音吗？娃娃音。不会。那你讲话会，哎，你吃饱饱了没？我待会坐车去找你。会啊。我承认我会、啊，还装一个，你装，你把它当成老婆装一个，不是，那是讲电话的。那你现在跟讲电话一杯去。喂，姐丽，你在哪里？哦，真的、啊，吃饱没 ？OK， 好。你大得多、啊，我很快回去哦，拜拜。是这样子吗？因为我觉得男孩子装好像白痴的，就没那种感觉哦。我跟你讲哈，我装也就算了，我曾经听过一个人装，我真是快吐了。谁？你们万万想不到，谁正气凛然的、刚正不阿的，哇操，完全男人的那种，台湾还有这种刚烈的那种，谁？陀中华。哦，对对对，他会，对呀，很会，他真的会，老哥这很会，平常是报告班长啊，接到电话，喂，怎么样？干嘛？那你不喜欢？我们会变温柔，但是不会装嗲音啊。但女生这样对你就，对我们这样。小月，那你温柔的让看看，来一个温柔，温柔啊！对你对卓林温柔。喂，你吃饭了吗？好像在录广播剧。你如何装童音跟你的男友讲话？你会装？就差不多啊，你们刚才那样讲。没，我们的什么什么的。哎，我们的趴手不搞了。对，讲这个，大家要听你讲。我们这个是比较接近。我们刚刚是抛砖引玉。对啊，你来几雷了？对，就是那种，比如说哈尼在干嘛？哦，你这很 man 呢，哈尼你在干嘛？跪下。你这个哈尼还蛮温柔的，就之类的啦。你会叫你男朋友蜜糖？会啊。蜂蜜。蜂蜜什么意思？哈尼，哈尼，对啊，哈尼。那你会用国语叫他吗？喂，蜂蜜。台语呢？台语会啊。台语蜂蜜怎么讲？哎，蜂蜜。蜂蜜，蜂蜜。对，为什么要讲英文不能讲中文？我觉得有时候人家叫什么 sweetheart， 甜心 ，OK 啊，我很喜欢叫人家甜心。甜心 OK 啊。还有一个，我教你们大家讲一个，蜜糖就怪怪。男女朋友只要听到就一定很高兴，什么？喂，我的爱。那是只有你才会用吧？我的爱。什么老外问我的爱 ？My love。OK 啊，为什么讲中文？可是我觉得他这个很安全。应该大家很多都会讲 BB， baby。哦，吓我一跳 ，BB BB BB， 我个人是有用过香音的那种，什么香音？宝贝，假装要好，对，女孩子很会假装要好，很会，对，我有遇过这种女生，很恐怖，超多的装熟，对不对？之类的，我跟你讲，很多女孩子会很会装熟，你知道吗？嗯，男孩子还比较不会，女孩子很会。对对对，我知道，很会，对不对？那你遇到什么状况？就是跟你不熟的女生啊，然后说，哎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？什么什么，就是，哦，我觉得九令会比较常常遇到，因为他人红哈，很多就是会来沾，你知道吗？会来装熟。女艺人有没有？有些女艺人，你明明没看过她，九令干什么？肯定有这种。没有到那么夸张，只是说有一些就你真的没有这么好，嗯，然后就会给你讲一大堆，嗯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走过来，哎，九令，我跟你讲啊，昨天我去哪里，你谁啊？讲一大堆不是问题，我觉得是那种明明知道，比如说那个人他是很讨厌我的，哇，你们女艺人，他还要跟你装得很好啊，哇，你们女艺人之间好。阴险，阴，很恐怖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讲女艺人哈，讲我们这个圈哈，其实互相放话，我觉得她没什么，她觉得没什么，可在摄影棚一见面，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报上写都不是我讲的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好像也
有听过。这种最多了，我告诉你，哎，试一下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女的，我跟你讲，贱死。哎，你好好哦。这种最多，女人为什么喜欢这样？像我们男孩子，赌烂就赌烂啊，怎么样啊？不要跟我讲话，跟女孩子不会哦。你有没有遇过那种跟你讲了半天，其实你不知道他是谁的人？对不对？而且我最怕人家问我一句话，我是谁？哦，这是我最怕的一句话，尤其是我们这种做艺人。对，因为见过很多人，假装想，就通常在讲很痛苦，就是人家常常女性朋友常常讲，跟你讲，你们不要以为男孩子很强了，我们都是装的，哦，你知道，装叫啊啊，OK 啊。有道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有时候会装，因为其实我们在，因为我们现在是成人节目，我们大家讲一下，其实女孩子跟男孩子身体构造不太一样，所以说不太会跟我们男孩子反应是一样。那有的时候男孩子因为有的时候猴急啊，或者说今天体力不佳，啊，常常造成女孩子无法达到一个非常享受的地步。对，所以但是为这个女孩就很好啦，为了让我们男孩子不要失望，他们还是啊，耶，呜呜，哇，啊，结束了哦，你好强，小杨学的真是惟妙惟肖，是常常有这种经验啊。A 片不都装的？嗯，哎，你看过 A 片没有？好享受的声音，再一下。OK 了。女孩子看 A 片有没有用？有用吗？有。有用吗？不是，我们就纯讨论而已啦。你总会女孩子嘛，心儿蹦蹦跳，总是会吧？会啊，会啊。当然会啊。以我跟我那几个知己、红粉知己聊天的结果，他们说他们或多或少都做过这种事情，因为避免大家尴尬。这是不是算是善意的欺骗？应该算是善意的假装，应该算，对不对？善意的，不然你想看那男孩子会受多大的伤害？对啊，就这边弄一身汗，然后上面再打毛线。对啊，哎，那个是831才会这样。今天你喜欢一个男生，你想暗示他的话，你会怎么暗示他？那就多跟他聊天哦。我觉得九令对爱情很理智，某些方面，其实我还蛮。如果喜欢到一个，就会蛮不顾一切的。哦，但如果什么星座的？处女座。最优秀的星座。我是啊，真的。啊，我你处女座。哎，真的吗？对。哎。聊吧。想自己是狮子座那种。哎，你最优秀的星座。我还是有机会的，没关系。其实狮子座的人，说实在的，好处理，好，很好搞定，给他面子，对，给他面子，基本上他是没什么脑子，我说我就是没什么心眼，啊，你只要让他开心，给他面子，然后就好了，嗯，他也没不会说记仇，所以做狮子座有好处，但就是说并不是，但有个坏处就是个性太直，脾气太直，嗯，经常会怒吼，然后吼完之后自己后悔。对，像我常常就会啊叫半天，然后叫完，刚干嘛这样？你觉得小康帅不帅啊？帅啊，帅啊！如果小康今天想追你的话，不是你这个帅，就是拿去吃饭。帅！OK，今天讲到这里为止。啊，不管怎么说了，既然你喜欢，不，你想要交一个男朋友，我们在一边希望全国喜欢九令的人，大家一起念力，让他找到一个真正幸福的爱情，好不好？来鼓励鼓励。